哇，游泳池，游泳池，开心。我们要去干饭喽。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妈呀，全部吃完了，好大一锅啊！红枣、黑米和芋头。我们现在在那个汕头的街头。这一期小朋友环游记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一个环游记。存钱的话呢，就只有我这一台手机 camera， 然后带大家出去游玩三个地方的，一共八个人一起在汕头汇集，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。现在好方便，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坐飞机了。问一下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？今天的行程就先抵达潮汕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先吃饭。我们在金潮大桥别墅轰趴馆，这是我们住的地方。像他们俩在做行程，潮州的就是吃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这次会去潮州、汕头，然后到三个地方。对，因为其实都不远，好赶的。我觉得来都来了，反正就三个，就是旅行最常听的一句话，就是来都来了，去哪都可以。我就是旅行当中那个特别好安排的。师傅，你自己包租开私车吗？我是住揭阳这边，不过我有汕头有朋友，他们是专门在包车的。有，我给你加微信，然后你把它推给我也可以。效率好。他那边的话，他是有包专门在包车的。对啊，像坐在前排那一位。对着头就臭美。哇，游泳池，游泳池！我要住这间木。哦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装备。先看杯子里一个遮瑕刷，一支眉笔，一个 IFSA 的这个眉毛定型，这个真的是巨好用。然后一些刺抛的精华什么的，带了一块便携的小粉饼 CB 的一个迪奥的气垫，一个剃须刀，然后一个毛戈平的遮瑕，每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单品。然后这个是雅诗兰黛白金的小样，然后防晒霜带了四支，身体的，然后还有一支面部的。还有一支祖马龙的香水，变形喷雾、发胶、发油。哇，哇，有点冷，真的啊 ，little bit 冷啊！我不要从这个地方，我要换一个地方入住。我换一个地方入住。Hello， 这里是非常巧，这是刷到位的频道 ，Welcome to my channel， 怎么了？开心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就关于这次旅程呢？就是一个初印象。初印象我就觉得非常像三亚，对。然后阳光非常的好。其实它也没有很那种成熟的旅游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点就是在开疆拓土的感觉。还蛮居民化的。对，好像只有我们这一栋是有泳池。真的吗？有想要投资的感觉？那也是没有。夕阳西下，我们要去干饭喽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江北路后面有一条这个小巷子，对吧？对，是这个巷子。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刚刚有雨伞放了。再看刚刚点评点菜啊。这是什么？寿司鱼粉。这是什么？墨鱼斗。墨鱼斗。这是什么？花甲。这是什么？蛏子。这是什么？生螃蟹。这是什么？豆腐鱼。豆腐鱼。这是什么？大锅鱼。好喝、啊。有没有在直播？没有直播。老板看到我们四台手机一直在拍。你们家很有名，你们家很有名的。那如果来的话，可以来搭客。一定要点的是这个墨斗鱼，特别好吃。还有这个豆腐鱼好吃。大哥鱼，大哥鱼，大哥鱼，
就是这个、那鳄鱼在隔壁啊，小摊贩有卖的，然后螃蟹很好吃，对，然后空心菜很新鲜，很可以吃。这个好爱拍哦，一直在拍。你是自己来旅行，还是带着手机来旅行？真的是太差了。你刚才笑呢，你的牙齿都缺了。妈呀，全部吃完了。就我们这一桌吃了400多块钱，就很便宜，然后吃了好多菜。我们现在计划是要在这个什么来着，汕头的老城区，对吧？一个某一个区。让我在汕头的小公园，反正吃完饭之后就是整个大暴走。哎呀，好吵，这网红好吵啊！妈，暴炒大暴炒，哇，好香啊！对面又有一个叫做脚干面，什么叫脚干面？就是要用脚踩干的面。恶心。Really？ Yeah， 不然为什么叫脚干面呢？不是，我来给你们解释。朝阳塔角，塔角是个地方。朝阳塔角干面。小公园去望塔也不远。我感觉这个也很好吃耶，林小柔啊，我想吃绿豆沙。我们买一杯好不好？我们三分钟买一杯就赶快上车。谢谢师傅。我最爱吃绿豆沙，我跟你讲。整个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车开到哪里我们吃到哪里。真的耶。看起来很好吃，绿豆沙牛乳专卖店。对，绿豆沙你想吃吗？绿豆嘛。绿豆。要一份就好了，大杯就好了。对。谢谢啊。好好喝，你们为什么只买一杯啊？为什么我买一杯？因为我觉得三人喝一杯够了。没有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应该点。回味无穷。应该点两杯吧。回味无穷。哇，这个视角好，好像拍那个，很像那个拍那片。一条叫做升平路的地方，在那边走一走，然后他们在买，你买什么？他们要买这个水果。完了，外面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油柑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可爱。然后潮汕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般芭乐啊，加上莲雾啊，加上荔枝，然后熬的酸梅汁。你是老板吗？老板，你们要招老板娘吗？你们要招老板娘吗？我们要招老板娘。招老板娘条件什么？条件是我喜欢。莲雾跟这个酸梅汁是对的，莲雾很对。它有莲雾。潮汕老牌著名堂食世家嘛。我先点我要的好不好？红枣、黑米和芋头，这是什么？桃胶。桃胶也要。好，就要这些就好了。这家店叫做小公园莲汤铺，这是我点的，上面有桃胶、桃胶、芋头。对了，我在厨房里面太好了。今天晚上我就差一杯凉茶。同志们，如果你们在后面的直播厅，后面的视频看到我，请去看一下真实的我，这不真实的我，这是真实的原相机的你。没有你一个人好看的一个地方。来买啥呀？买了一个这个，这啥呀？这是个那个冰箱贴，它可以撕到那个。我也想要一个。这个多少钱？啊，这10块。啊，谢谢。10元三个球，不含壳。三个球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盲盒哎。对。可以啊，拿一个。那谢谢老板，帮我付一下。又蹭到了一个小礼物，开心了。好大一锅啊，雪梨啊，这罗汉果。多少钱，老板？枸杞10块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在那个汕头的街头，然后的话呢，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对，我是红色的，我的是蓝色的，我是红色黄色的，我要开始咯。真的，哇哦，有点酷，很帅，走，好舒服啊。我们现在回家了，现在是晚上的11点多钟，到这个住的轰趴馆吧，这应该是。哇，这是马里奥格斗，哎，好酷哦。
架起来像孔雀一样立体。这里有一个落寞的男子在这里独自的唱月半小夜曲。这是你们把玉米全部偷光了吧？好，那得计时，一分钟，来开始，开始你啊！看我的身份证照片，巨丑，对比一下，还是瘦了一点的。我在你旁边好黑啊！这个是我的腿，这是纪婉的腿。这座好像泰国，好舒服啊！